前不久，阿娇宣布求婚成功，这才让大家知道，陈冠希照片事件原来已经过去了10年了啊！看来各自都走出了阴影。其实作为另外一位受害者，张柏芝并不比阿娇惨少多少。照片事件让张柏芝离婚，在事业上也是严重的受挫。因为照片事件，张柏芝在娱乐圈也是备受炮轰。离婚后的她，还带着2个孩子独自生活，她没路可走，只有坚强，并且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张柏芝曾经自曝，因为照片事件发生后，自己别无选择，在下飞机回家后，主动给谢家下跪，向谢贤和狄波拉下跪斟茶，表示我的爱情卑微到尘埃里。其实谢霆锋在事件发生后是选择原谅的。谢霆锋坦言自己喜欢那种三步不出门的女人，表示张柏芝裙子穿那么短干嘛，给谁看。作为传统的谢霆锋，最后张柏芝离婚，看来还是注定的，你怎么看？